风舞或者社交舞，这是非常棒的一种休闲全民的运动，是美跟力的结合啊，一方面又能让大家健康，一方面又能长保活力，然后又能展现我们中华儿女的这个气质的优雅、姿势的优美，然后表现出来的风度啊，都非常好。所以不只是在国外常常为台湾争光，在国内也是所有社团里头优等的最棒的社团之一，所以我今天特别来跟大家，主要是来问候啊，那么也祝福大家土风舞跟社交舞舞出活力，舞出健康，舞出我们台湾的力量，好不好？祝大家健康快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